下一个麦田咖啡不去了，来来来，十个特色小吃。里面七十。
我要拿梅芋桃去吃的，还是不一样。要吗？萝卜丝，萝卜丝凉拌。这个有时就吃的，这个。没办法拿。 明显游人少了好多啊，竟然可以看到漫浪了。今天是中国的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。不，骆驼呢？骆驼哪能不来过来啊？还推得走哎。
后我你看什么季节？